优秀服务，送你衷心发真欢喜。哪有这个表情，这称心如意。但可是奉上你会当感觉真欢喜，这就是人生我的荣幸咯。虽然你确实讲，也若无你陪伴我人来到此地游玩，上紧以后有可能到半年用过残骸都无这个机会呢。奉上，话唔通乌白讲啊！错言错言，想讲上紧以后，你我两个人千万袂当军心情好。那安尼是要安怎称呼嘞？不如来主簿相亲就可以了。主簿相亲，主人。我的林鹏。安尼我知影，我叫你少爷，你要叫我文英就好了。